哎，你好，大家好啊！今天下午呢，咱们继续品茶，吃甜点，这个茶呢，这个茶叫大红袍，我不记得喝过这个茶，所以今天属于第一次喝。那这个甜点呢，就是这是从 Costco 买的，圣诞节的时候，就那种甜点。好，现在准备喝茶。来体会一下这个茶什么味道哈，品一下。哎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哎，这味道不错哎，怎么这个有点像那日本那个绿色的那个茶沫的味道？哎，这我挺喜欢的，我感觉这茶的味道不错。哎，我以为会是红茶的味道，其实不是，它就是那种烤茶的味道，特别浓，就是一种烤过的一种烘焙过的茶的味道，特别浓，相当好。再来块点心吃一下，混合一下哈。哇，I like it。哎，这混合起来相当不错。这茶喝了非常的暖肚子，我觉得。Perfect, I love it.